让老
老公继续开心一下。哦，你们也很辛苦，你们是全程跑的。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因为裁判长依旧。对啊，都会看。没有啦，那我们还是输。因为早上才拿，两斤多而已，斤多对啊。因为天对，他们觉得对。那你们要多啊？那你们原来是住哪？你们可以赶快去进到那个门口，你们拿门口帮忙开吗？然后门口帮着，我们是在门口帮着。是啊，我是中医，以前是那个做老师的。在街上哎，然后我就很大。是啊，是啊，对。那你们是南投市吗？对对对，我在个我们家刚好在那个南投市下来，南投国中下来。我已经搬走了。很久很久了，我以前住在高中下面。哦，那离不远呐、啊。不远，离不远、啊。应该给呀。好啦，
我就是教练级老师们，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。不会啦，可以吧？大家这样玩玩，对啦，也正常啊。啊！我们今天是谁开车还是他车？我们开车，没有人开车。我这个要出去玩一玩啊，去哪里玩一玩？啊，现在什么？现在还有新开的，要开的那个。好，最大的越南夜市，塞车塞到爆。反正现在都是路哦，每一条都塞了。都塞了，对。你看那个老师，你要出国，我根本报到也是塞了。他哪有明天？他是后天。明天礼拜一啦。礼拜六，六十二号，是礼拜六。对啊，对啊，他是礼拜一要出去，是礼拜一吗？对呀、啊。他在六，礼拜一。哎，来，看咋办？晋级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是啊。特别精彩。哈哈哈哈哈。他怎么样？尽力哦，你看我一下。根据我的判断是，我们也是啊。你的啊，看见。太多人了。太多人了。对一个对。加油了，加油了，拜拜。Thank you.
总之我们被他们骗掉了回家，我们回家了，我们被他们两队打完把我们骗掉了，然后我们中午淋了牛刀，他现在牛刀已经在焦这样子有打